乔丹前夫跟你讲过？没有哎、欸，报备完全没有报备，完全没跟我讲哎、欸。我说你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好不好？可以匆匆帮忙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当个假 waiter 也可以啊。恭喜一下新娘！好好好，对对，谢谢谢谢谢啊！要求婚不代表会结婚，要答应的，不代表会这么快。是有好消息，是肚子有洞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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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家都是很传统的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包括我女儿啊，包括我啊，是不是啊？未来不知道，徐新阳会不会不知道？不，今年应该不会了，因为今年疫情其实来讲还混沌不清嘛。对不对？然后那当然也行，他们再让他多准多一些准备的时间吧。应该快的话是明年了。他求婚前先跟你讲过没有哎、欸？报备完全没有报备，完全没跟我讲哎、欸。他当天下午要去之前才跟我们讲，所以我说哇，我说你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好不好？可以匆匆帮忙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当个假 waiter 也可以啊。儿子只是告知你们要邀请你，没有啊，因为他邀请都他们朋友啊。当然结婚那天当然要邀请我了，毕竟我还是他爸爸。他很期待当爷爷之类的。我已经当外公了，他希望他可以生几胎啊之类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现在的环境，我觉得最多两胎。奶哥最近身体还好吗？确实。好的不得了，声音不洪亮。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，当时就是喉咙痛，有一点点干咳。啊，一点鼻塞，然后呢，我第四天我就验阴了，所以我讲三阴阳都有了，三阴三阳我都有了。体力有没有改变？哦，体力更好了。我有。那奶宝一起隔离的特别发现，就是感情越来越不好。还会有这种感情变好的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平常话还蛮多的，一起隔离啊，反而话少。没话讲。因为你每天都隔离嘛，你又不能出去买菜啊什么的，那你都叫外送啊。平常我们像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，跟孩子啊互动啊什么的，就会感觉话比较多。他还好。而现在话多了。这段时间你有做什么贴心的事情，或他做什么让你感动的事？好像真没有。我靠，我们今年结婚到六月已经33年了。哇，真的不容易的，啊，还能够维持住就很庆幸。那男生没过吗？端午节吗？还是520？没有哎，没过哎。我听说她男朋友高富帅。哪个？哪个比较帅？没有这样高，也没有这样帅。不会啊，女孩子挑男人的。这个男人只要对你们家的人好，我告诉你，其他都不用说，这个男人就可以信任。好，但演的不算哦，好不好？我眼神应该要表达了。哦，他在演，对不对？